where the movie started. Facing at a photo they've taken. Space tree flying through the skies and petals happen everywhere.早，我是你的好朋友太累。然后这两天背包客栈都没有那个洗衣机啊，然后我也懒惰，就洗衣服，所以就是现在要走去那个骑脚踏车去那个自助洗衣，所以去洗衣服啦。缝好衣服啦，去吃个早餐吧。然后现在在关山吃这早餐呢、啊，很古早味。啊，这是挂包，里面这样还蛮丰富的。这样挂包跟油条跟豆浆才70块而已，加肉超多的。刚刚我们就很闹啊，然后就是我们10点都用跑的跑来，就是那个火车站啊。然后跑来这边，然后就没有想到就是火车早就跑掉了，然后我们这边等了1个小时，然后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台东的，我在玩冰箱，然后吃完再去红叶温泉。对，所以我们今天要去这个。老板刚刚打来大笑，说你们到底是在哪里？然后就叫我们先去吃饭，再去红叶温泉。老板傻眼。反正。很闹啦，一大早很闹。又来台东啦。然后我们骑了一阵子，然后终于到了玩冰箱了。然后我们预约1点半，然后现在迟到，哇塞！1点半的冰箱起来。1点半。对。地面外面是这样子。然后座位区是在这边，因为之前也是蛮想吃这一间的，然后也是订到了，太棒了。那菜单还蛮可爱的，这边有他们的理念，它是全台湾最漂亮的路边摊，酷哈。好，看要吃什么。这是他们的前面的，这是我们的餐点，很漂亮哈。这是我们点的南瓜牛奶跟综合果汁。哎，你喝看南瓜好不好喝？南瓜超好喝，有颗粒颗粒吧。来，我们餐点到啦。是在走路啊？是我啊，你啊？对，我在，我是。这间餐点，这很厉害耶，很漂亮。要订
线上。然后刚才服务员啊跟我们讲啊，然后就这边他说的菜色啊，然后这是野菜，因为毕竟我是阿美族一半的嘛，所以我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菜，这叫打得根，这是我们的山地人的野菜。它吃起来的话会比较有点涩涩的，可是对于就是健康啊跟肝啊是蛮好的。然后他的说吃法是要用一个这个面包先放上来，放上来的吧，然后这个再挖一些些，抹平它，抹平它。来抹平它了之后，然后一块肉放上来，一些些肉放上来，来这个一些肉鸡肉给它放上来，然后再放一点那个凤梨果酱上去，然后再一个卤肉放上去。我只能说 amazing， amazing， 是不是？没有别的吃了吗？就是 amazing， amazing， 吃起来。但看得出来是水是往上还是往下？水还是往上哎、欸，你看。为什么啊？都是得，很酷哎、欸！它是在台东都兰这边，然后它叫水往上流。来，我们往前面看一下。我刚刚看了它一下的文献啊，就是水往上流，它其实它是一个地形倾斜度啦，然后造成视觉的差异啦，很酷哈。然后它是在位于在台十一线，在152公里之处啦。然后啊，那时候它就是本来是农用灌溉的那个稻田啊，然后就是因为它地形的那个偏差，然后再加上我们人啊，就是站在比较低洼的地方刚看啊，就还以为就是水往上面流，结果是错觉啊，人的错觉，很酷哎、欸！我那时候想说也太强了吧，为什么水会往上流？结果也没想到是因为视觉差，再给你们看一下，很酷哦。感觉水是往上面流哎，是视觉差哦，别被自己的视觉给骗哦。这个他们红叶部落啊，有一个红叶哨棒，就是在这红叶哨棒可能就是在我爸爸妈妈那时候就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哨棒，然后他这边有这边的那个墙壁上面有画他们当时的那个状况，还蛮特别的。然后对于他们历史的话，然后我等一下会稍微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一段应该是台湾就是非常光荣的一刻，看它的壁画很厉害哈。这是为国争光。现在我们要去红叶的野溪温泉啦、啊，然后还蛮冷的啦，想说那来这边野溪，因为这野溪其实我也不大知道，都是柚子在找的，是不是啊？柚子，都是你找的野溪温泉对不对？它这个路是蛮好骑的啦，只是说下雨天的时候还是不要来，毕竟这边是野溪，怕那个大雨来的话会你会。然后现在我们这样从上面下来，然后这就是野溪温泉啦，然后它是可以泡到全身的。来，从上面下来是长这样子，来，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很酷哦。是不是很大自然，很酷哈？然后它是在那个桥的下面，因为我们刚刚从上面这边，这边有看这个桥吗？我们从这个桥搭过来，然后绕一圈，然后就到这边了。这边可以泡到全身，今天人还蛮多的，对，还不错。只是说它这边不能 camping 哦，还不错不错，来泡起来泡起来。这边也是蛮天然的、啊，然后因为它这边有号称人家说是牛奶池，跟我们昨天泡的那个立松温泉有点不大一样。昨天立松温泉，因为我们下午去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人，然后这边的感觉就是跟那边是不大一样。
这边的话，它的泉质不知道是什么样，可是我知道立松温泉它是属于硫磺质的啦。你看这边，很臭，有没有？太臭了啦，真的。来泡起来，泡起来。哎，有看到吗？旁边是超大自然的，整个是非常的野溪温泉的，而且今天可以泡到全身哦，是完全可以泡到全身。你看，全身的，超烫的。漏电有差吗？你是男生，超舒服的啊，柚子，很舒服哈。嗯，这边很好到达。这边很好到达吗？就是你骑摩托车也可以到达，只是说如果你想要就是想要跑的话，你自己要先把泳衣先穿在里面，因为这边遮蔽物没有到太多，除非你有开车啦，因为我们是骑摩托车。这边跟下溪谷那个我们上去跑的野溪温泉有差很多吗？这边很平易近人，况且这边是比较更贴近大自然一点点啊，对吧？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上次我爸不是带我们去那个清水地热组玉林吗？哦，对对对，但是在哪里啊？在那个三线岛。是啊，感觉有点像，对，嗯，有点像，只是说它这边路线是真的比较平易近人，就是只是稍微就是 Google， 就是走个路。不到五分钟吧，不到五分钟就会感觉到出来，而且下溪谷还近啊，对，比下溪谷还近。嗯，况且啊，这边呢、啊，况且这边你知道怎样吗？就是说它从上面走下来的时候啊，就根本就不会有一些烂泥巴，因为我们之前在泡其他野溪温泉的时候，就很要下来的时候都会走一大堆烂泥巴，然后来这边就觉得有点惊艳啊，有惊艳到。就是说它这边的石头其实没有到那么的恶心，就是很难走，鞋子都是一堆泥巴，所以如果大家来这边的话蛮推的，推一波。你看它这边可以泡全身欸，超舒服的，对吧？嗯，玉子这边可以泡全身，对不对？而且马上就很热哦，因为我之前在金轮那边泡的啊，金轮那边泡的它就是比较没有到很烫，就是它体感温度差不多在38到40左右，就是说因为我们比较习惯烫，就是泡一些比较烫一些的、啊，所以有时候到38这个温度以下，我就觉得说就是泡起来很不爽，你知道吗？对吧？嗯、就温温的，然后天气很冷的话，泡起来就是哎刮洗呀。来，跟着我去野溪温泉，现在池子只有我一个人而已。哇，这好舒服哦。红叶温泉，红叶温泉是我最后一站，那我们就明天见啦，明天见。